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季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味关系。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道料理是蛮常见在台菜的餐桌，只是说不同的鱼啊，不同的鱼有不同的风味啊，那看怎么样的料理啊。那其实我比较常做的简单的啦哦，就是把鱼煎好之后呢，再做酱汁 sauce 把它淋上去，这样呢就很美味了。那今天所拿到的鱼是多利鱼，那这多利鱼呢，哇，很棒哦，都没有刺。这多利鱼呢也不贵啦哦，就是因为上一次在便当店吃到多利鱼便当啊，用烤的，吃起来就觉得不错，这鱼肉很嫩，所以呢在菜市场看到了就买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叫茄汁多利鱼，到底怎么做呢？走，马上来看看吧。sauce 多棒啊哦，就是你要加了很多的调味下去，那这些调味呢其实都是搭配，也不是说一定加了就好吃，而是呢比例上也要稍微拿捏一下哦，不要太甜，不要太咸，不要太酸。所以呢真的我们做料理能够让大家吃得开心那就好了哦，不是吗？好，我是四季哦，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茄汁多类鱼，也祝大家吃得开心咯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啊，对了，不要忘了
喜欢美味关系频道的朋友按下订阅加小铃铛，同时再按个爱心加转发，希望更多人都可以看到美味关系的频道，也感谢您的帮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